陈明真为90年代玉女歌手。翻摄自陈明真脸书，娱乐频道综合报道。51岁资深女星陈明真是90年代玉女歌手。当年她以情歌《变心的翅膀》《背心》走红歌坛，已走入家庭的她，生活重心都在一对双胞胎儿子身上。对于婚姻，陈明真淡然处之，平淡也是一种经营。音乐制作人老公季中平现在重心也在二子身上。翻摄自陈明真脸书，陈明真和音乐制作人老公季中平经过五年努力艰辛产下双胞胎，如愿当妈后全心全意照顾儿子们。联合报报道，难忘歌唱演绎的陈明真近来难得暂时抛夫弃子，前阵子飞到新加坡商演，家庭如潮获得一票死忠歌迷支持，也让他重拾喜爱的歌唱演艺路，走入家庭。陈明真一心陪伴二子长大。翻摄自陈明真脸书，甘愿走入家庭。陈明真直说自己对婚姻没有小心翼翼，他认为夫妻相处久了就淡然处之，我也不会刻意晒恩爱。他深信让老公有自觉想改变，比起自己唠叨百句还有用，再加上有二子相伴，一家四口生活甜蜜又幸福，